美国雅各动物园八月六号诞生了一只可爱的白犀牛宝宝，为濒临灭绝的白犀牛带来了希望。而日前，南方白犀牛全球仅存两万只，北白犀牛更只剩两只。新闻最后一起带你来看，更多资讯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是徐国豪，感谢您的收看，祝您有美好的一天，我们再会。